需要。为什么要带去？那那环境不一样。用油压呀，油压起，因为这个透明料它没拉力的，撕不掉吗？气压阀砸掉就没了。哎，怎么撕不断呢？你找个口子来。我不敢吃，放在吃饭了是吧？快点，要不然它那个毛孔。它里面有一个